正你问我的设计师，他今年有一些想法想要突破一下，应该是原本在健身才敢穿这个东西，要不然会蛮害羞的想要亮一点，我觉得以前都是有点乖乖有气质，然后就是都是一些比较无聊的颜色，所以想要亮眼一点。就加油恭喜这样子。我们家里比较低调。他应该在纽约，应该在睡觉吧。对对。待会儿颁奖比较紧张一点，怕讲错词。对，但等一下如果上台有得奖，会蛮开心的，就该感谢的人就感谢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